安利营养基础班，新伙伴的快乐学堂晋级宝典，快速掌握产品知识，轻松获得专业认证，顺利开启安利事业。鱼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吃鱼油为什么能够降血脂？吃鱼油有哪些注意事项？本期营养基础班教你正确的吃鱼油。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鱼油这个话题。鱼油里面有一个专业的词，叫做多不饱和脂肪酸。大家不需要非得把这里面的这个词记得那么清楚，但是你总之要知道，多不饱和脂肪酸，别管它是 EPA 还是 DHA， 它都叫多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大家要清楚，说多不饱和脂肪酸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非常容易被氧化。因为它不饱和，所以它非常容易被氧化。如果大家了解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特点，然后你就知道说能够要保护好这里面它的有效成分别被氧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生产加工运输的过程当中别被氧化，对保持鱼油的作用有多么的重要。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深海的鲑鱼油？因为大家都清楚，说今天对于一个普通的浅的海洋来说，海洋的污染是个重要的问题。今天都在谈环保，对吧？你知道江河湖海里这些个污水，就是江河里的这些污水，工业的这种污水，最终还是都要流到大海里去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发现，就说大家吃那个就叫蚬子，是一种贝壳啊，你会发现说哪个地方的这种蚬子它长得就比较肥美呢？往往是那个污染的水域里面会长得比较肥。为什么？因为它的水质里面这些个所谓对它的这个营养的物质比较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水来说，它其实是水体的环境更不好。那么为什么要去选一个说在一个纯净的海洋环境当中生产的鱼类作为这个鱼油提取的原料呢？就是因为你只有它生活在更干净的这个水域里面，对这个鱼本身的污染才小嘛，听得明白吗？所以你才要选这种深海的这种鲑鱼嘛。第一呢，就是说这是对于海洋的这种水体的洁净度对于你这个原料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鲑鱼本身它体内就含有丰富的 EPA 和 DHA，都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说多不饱和脂肪酸，我刚才提到它非常容易被氧化。如果一旦氧化完了以后，我想问大家，氧化后的鱼油它在表现形式上跟那个原有的那个多不饱和脂肪的那个鱼油，你用肉眼能鉴别吗？我告诉大家，其实很不容易鉴别，因为其实你看上去大致都是淡黄色的油状的液体，只是被氧化失效以后呢，你看上去它其实可能更黏一点。那么这里就要告诉大家说，你看上去都是一粒鱼油，可是里面的功效的成分可未必一样。所以这里就解释一个问题，是说也许有的顾客就来问你说，说你们这个鱼油是这个价钱，我在外面也可能在很多的地方，我可能去到国外，在哪儿我看到的鱼油可能好像怎么这么便宜呢？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所以那你就要去看，你用肉眼是辨别不了这个鱼油有什么区别的。那么你就要去看它深层次的东西，它的原料到底产自一个什么样的区域。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你这里面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有多少是多不饱和的，是不是还有一些都已经被氧化饱和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为了保证多不饱和脂肪酸在它整个的生产加工运输储存的过程当中不要被氧化，能够保证这个鱼油的作用，我们是专门每粒加了20毫克的维生素 E。 而且我们特别强调要跟大家说，说这20毫克的维生素 E， 大家别把它当成维生素 E 的日常补充量。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因为你如果不嘱咐，大家就觉得说，哎，那我吃小麦胚芽油一天能补18克，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哎，你如果不说这句话的话，那有的朋友就会说，我吃小麦胚芽油这一粒每天还能补18毫克维生素 E， 那再加上你鱼油里面每粒还能再补20毫克，那我这一天的维生素 E 是不是就快够我这日常补充量了？所以我们在这要告诉你，你别看鱼油里面每粒的这个含量比小麦胚芽油还高，可是我还要叮嘱你，鱼油里这20毫克不能算作维生素 E 的日常补充量。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这20毫克的维生素 E， 它的作用就是保护鱼油别被氧化。说白了，它就是那堵枪眼挺身而出的那个角色。我们为了保护这个鱼油，它能够有它的这种效果，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效果不要被氧化，我们是做了这些努力的。所以这些你要跟我们的顾客讲清楚。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说，那你说你的这个鱼油里面每粒含有 EPA 180毫克，每粒含有 DHA 120毫克，那也许有别的鱼油里面它含有可能500毫克、600毫克、300毫克都有，那就会有一个问题，说我是不是我能够吃的这个量越多就能更好的帮我降血脂呢？是吗？我告诉大家，不一定。因为真正在我们机体里面起到降血脂的作用的是 EPA 和 DHA 3:2的这个良好的比例关系。如果你一味的增加某一个，你调整了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它的作用就不在降血脂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的这个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比例关系是在我们体内发挥降血脂、调节血脂的作用的关键因素。说鱼油它更偏向于降低甘油三酯，而降低胆固醇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茶族的这个产品，帮助大家来分清这种概念。讲了这些呢，大家可能还有一个作用是往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人体补充以后啊，它可以降低关节的一些炎症性的反应。这个往往大家只能记得说它是降血脂、调节血脂的，但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这种作用，就是减少关节的这种炎性反应。那么在这里我说完这个以后，大家你一定要知道，当如果有你身边，比如说你在给他推荐一个因为骨质增生他有一种强烈的补钙的需求的人的时候，你别忘了他的这种骨质增生以后引发的关节的炎症，其实多吃一些鱼油对他缓解这个炎症的疼痛也是有好处的。那么针对鱼油在使用方面呢，也有一些建议。这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尤其是有了一些高血压呀，什么这种这个冠心病啊，以及包括这脑动脉供血不足的人，他吃完鱼油以后啊，我们收到有一些反应，就是他们觉得吃完以后头晕，
那么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大家你一定要知道，就是当一个人本身已经有了这种循环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改善起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他已经有循环的问题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咱们特别希望要帮他快速的扭转，是吧？所以我就恨不得让你能够多吃一点。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知道，有些时候是需要，反而需要你循序渐进，一点点耐心的着手的。这个时候大家一定注意，不要着急的给他吃多大的量，你先让他有一个机体适应的过程。所以我们建议鱼油对于有循环问题的人来说，从一粒开始用起。我吃了一周，我觉得这个人哎，感受还挺好，不晕不难受，很舒服，那么我下面我再下一周我给你接两粒，这样慢慢慢慢他就能够接受。我在这里分享一个我以前经历的实际的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阿姨，她的那个邻居用完鱼油以后特别好，感受特别好，分享给她。结果呢，这个阿姨呢就我也要用，结果她用完了这两粒以后她就晕，听明白吗？她就晕了，不舒服。结果她就怀疑说，我是不是不适合用鱼油，搁一般的情况下可能就停了，没错吧？但是呢，这个阿姨她非常的相信我们的产品，她觉得既然我的邻居能够吃得这么好，那我觉得我也应该吃得感觉好，没有道理不好。所以说你看怎么办呢？她呀就减了，就我就不吃两粒，我就吃一粒。结果她吃一粒还晕，大家想，作为一般的顾客，吃一粒还晕就不会再吃了。可是他因为用了以往我们很多的产品，感受都非常好，所以他非常坚信，他觉得用一粒再晕可能还是我机体有什么问题，可能还不太适应。于是呢他就半粒。你注意啊，鱼油的胶囊啊，使用半粒是技巧很高的，因为你这半粒拿刀啊，这个不切是切就洒了，所以它是非常精细的，你拿一个那种刀片，就那种刮胡刀刀片，横着立起来削，削完得挡住，再赶紧反过来，然后把半粒吃掉，剩下那半粒的保存是个难点。那半粒怎么保存？他用这个保鲜膜把它包上，包完了以后包裹严实了，然后找一碗米饭插在那饭尖上，放到冰箱里留着下顿吃。可是我告诉大家，人家的反馈就是半粒不晕。人家这位阿姨就最终就是从半粒又慢慢吃回到一粒，又从一粒又吃回到两粒。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提示大家，我们有了一种急切的想帮助顾客改善的这种心情的时候可以理解，但是你也要注意到他的机体的状况，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耐心指导的过程。而且我在这个事例里面也提醒大家，你要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不是他的机体不需要营养素，而是因为营养素使用的方法可能某个地方不恰当而导致了顾客的流失。我相信这样的人可能大有人在，如果有机会他再度能够回到我们的环境里面，听我们讲一讲这个营养素，并且用一种正确的方法指导他，我希望我们的营养的建议能够帮他解决更多的更好的问题。第二一个就是大家发现吃完鱼油以后，有的人容易反上来那个气的时候，鱼腥味很重。其实鱼油他也知道该吃，但是因为反上来的鱼腥味重，使得他不愿意坚持。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鱼油一定要饭前吃。提到这儿呢，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如果有的顾客跟您说，你看这个要饭前吃，
那个要饭中吃，那个要饭后吃，再有一个还要跟饭再分隔一段时间再吃，太麻烦了，太麻烦了。那怎么办？这里就有一个营养素建议的使用建议的原则，我昨天也跟在座的朋友分享，我说当消费者感觉麻烦的时候，以什么为准？以简便为准，因为只有简便才更容易坚持，同意吧？只有坚持他才能真正的见到效果，只有见到效果他才愿意继续坚持，没错吧？接下来呢，我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关于鱼油使用的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出血倾向。因为有很多人在使用鱼油的时候，它上面有注明是说有出血倾向的人群要注意使用，对吧？我现在问大家，如果我现在我这手用刀划着一个口，在这滴答的在流血，这叫出血倾向吗？这叫出血，不叫出血倾向，明白吗？那什么叫出血倾向？就是说它有一种特殊的病，比如说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比如说血友病，它因为机体里面缺少了某种凝血的东西，导致这个人即使现在他没有出血，他也很容易在某一个时刻出血，这叫出血倾向。还有一种情况也要建议大家慎重使用，是什么呢？有一些重要器官的出血，虽然它不是出血倾向，但是它有重要器官的出血，也建议大家不要使用鱼油。像比如说眼底出血、脑出血，像这种特殊的情况，或者严重的内脏的这种出血，这些时候大家也不要去推荐鱼油。同时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因为冠心病而做心脏支架的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么这种人他做完了心脏支架以后，医生都会给他开一个药，叫做肠溶的阿司匹林。肠溶阿司匹林就是小剂量的长期持续的补充，干嘛用呢？就是要来去抑制血液的凝集，他怕那个血啊在这个支架上挂住形成血栓，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他做这个手术以后都要给他开小剂量的阿司匹林，长期坚持使用。而这个时候他本身用的这个阿司匹林就已经起到了抗凝的作用，如果你再给他推荐鱼油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作为消费者，他希望的是说，毕竟我吃药我又怕它伤肝，我又怕它伤肾，我又怕它有副作用，那我呢当然是希望能够通过营养品安全的长期使用来帮我避免血栓的形成，对吧？那么怎么样去协调呢？就建议他说，他可以呢先适量的加一点鱼油，当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可以适当的稍微把那个药减一减，然后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使用鱼油的话，这对他的身体不就是健康而且安全，并且能够保证他长期的使用了吗？能理解了吗？只是在这个交叉期的时候，大家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